这趟旅程海拔最高的地方？4600多了。来，走走走。我们坚持下来了。徒步重要，就是那个结果。我没事，没事。游客请注意，大家好，我是咱们本次贡嘎徒步旅行的领队狼队。狼队，因为我们跟普通的旅行团不一样，高原徒步它存在一定的风险和难度。咱们那个之前给大家有发过一个徒步清单，等一下我要检查一下大家有没有按照徒步清单的装备来准备。我们上到高原的话，装备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准备充分，我们遇到恶劣的天气，就可能会对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些伤害。所以装备是一定要带齐的。要不，那我就点名吧，就挨个挨个来吧。娜娜的吧。好。哇，哇，一看就感觉是全是吃的。我们是野餐。女孩子一打开都是吃的。睡袋。哇，你这个睡袋就这一个吗？你单独这一个不行。主要我觉得带一些零食什么的可能是最受欢迎的。我的预感就大家到山上之后就会疯狂的找吃的，但至少我肯定是会一直想吃东西。这是放蛋的，没鸡蛋。煮泡面的时候加蛋。但里面没鸡蛋。还没买。有餐具。天哪，我们是野餐少女队。哇。好可爱啊。这个可以煮着吃。哇，你碗都带了。哇，都是吃的。哇，女生真的好厉害，就为了吃什么都干得出来，情愿不带衣服，就必须带的食物。哎，我有一个特别的东西，这个。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吗？水杯啊。蓝队，你来介绍，反正我不好意思。这你来介绍吧。来介绍了。嗯。来猜一下这是什么？水杯。可能说完你就不想喝水了。因为高原有的时候有的去住帐篷，半夜不想起来上厕所。这好帅。所以就可以用这个。这月壶是吗？对，然后用完了可以用这个洗。哇。长见识了吧？还有一个，如果你不想要的话。可以预定了啊！大家带的都是一个大行李箱，然后里面装的东西特别的杂，也不是很专业嘛，就是跟我们平时出来徒步感觉不一样。可以看这个吗？可以啊，我的首饰带。哇，这个首饰带。看一下，徒步还按我造型，我的。各位游客请注意，我们今天的行程是从成都出发，坐5个小时车，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摩西古镇诺丁山营地。Hello，东西在这。那个师傅好厉害，这个车上还有人，又低吧。娜娜还是在吃，没吃吗？太晚起来，8点多才起来。
你们还要去吃早餐啊？几点起来啊？7:40。很早哎，我8:40才起来。你8:40哈，那你没吃是活该。我竟然第一天就被队友骂活该。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进山前的最后一泡，啊，泡温泉。我们已经到了，我们下车以后去泡温泉，带你们洗漱要用的就行了，泡一泡，洗一洗。进山了以后就没法洗澡，没法洗头。只要说不输了，给人搓三下。可以。两个碗，我也没那么多。哪有人这么多？你们俩回来。真的，我不喜欢那个水。那你喜欢什么水？是心中的天堂，谁把思念化一双翅膀，敞开你胸。马上就到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地若丁山。哇，还有一只大狼狗，好有型啊，这个狗。东西老师跟我走啊。这是客栈的老板阿布，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海螺沟若丁山7号营地。我是这个地方的营长，叫阿布。天哪，好可爱，那个小木屋。这是我们的山景房，天气好的话就会看到贡嘎，四川最高的雪山。注意安全。哇，我觉得你下来吧，真的晃得很厉害。哇，这个风土残年的感觉啊。这是我特殊荡秋千，特殊的荡秋千手法。牛，小牛，哎，别跑啊！我没有要伤害你们，悄悄过去。哈哈，怎么会这样子？那拿这只好像比较勇敢，能摸吗？哇，我摸到了，它好乖哦。是啊，大的不怕。那羊好可爱哦。它是奶牛吗？羊好可爱。奶牛应该是黑白的吧。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自助烧烤。哇 ！BBQ。我来穿玉米吧。我也穿玉米，好想吃哦。非常欢迎。你好。他们在上面上烤。啊，好。Hello。哎，来介绍一下咱们的新伙伴朱正廷。你们好。喂，我又摸到了，我摸到了，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哎，坐在这儿，坐这儿，你这儿。往前，往前捞一把。小心脚，小心脚。欢迎。嗨，你好。嗨，你好。是正廷哥。啊，嗨，你好。我是娜娜，我认识你其他的队友。娜娜，以前就遇到过。就还蛮好相处。这边的主人叫阿布，这都是他搭的房子。等会儿给你介绍一下。OK。迎面走过来，这我们叫他老板。你好，我叫 Rudy。我叫朱正廷。哦，朱正廷。这个是男的，那个卷毛的哥哥叫他袋鼠。Hello， 我是 Sia。啊，嗨，你好。这是我们的黄哥哥，黄老师鲨鱼哈，黄老师。现在没空，现在没空。可以叫他波波。Hello， 新朋友，我叫云灯。云灯。所以就叫你朱正廷吗？太生疏了吧。婷婷会不会太那个女孩子。英文名字有吗？有 Seal。 跟我有点像 Seal Sea 啊，小小分不清楚。娜娜还蛮去照顾我，因为我一直在那边还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很难融入这个集体。哇，已经这么多吃了，大家席地而坐。 OK。
新同学啊，欢迎你们来到海螺沟做凌晨。然后这个地方今天晚上被你们承包了。赶紧集合了！这是自己作死的后果，带太多东西了。好，等一下我们拿上行李，还是到那个昨天我们下车的地方上车？要帮忙吗？没关系，这个特别重。好，好，对对，它很重。你带了什么？我也不知道里面都带了什么，很多吃的，反正是。OK。我又想吃的能慢慢消灭它，所以就会变轻。对，拜拜了，西拉，拜喽，拜拜，我会想你。拜拜，以后有机会再见了。嗯，机会再见啊，拜拜，西拉，有机会再见。那走了啊。今天我们徒步。我们的距离只有3公里，属于一个适应性的徒步。我们现在要开始徒步啦！我们现在要走到这个冰川雨林步游道 ，See you！ 我们今天是两个小黄人。Hello。好。一下好安静。哇，我觉得好好哦，都已经几百年没接触大自然了。我觉得这里的空气好好哦。对啊，感觉是甜甜的。应该卸了妆过来的。对，让皮肤也呼吸一下。来这边都不用敷补水的面膜。本身就补水是吧？你要荡秋千吗？哪里有？这里，但是会很湿哦。试一下，超高的！我看你这样好危险。你们不试试吗？我感觉好危险，你小心一点，下雨哎。昨天那个比这个还危险，它荡了没荡？我觉得你下来吧，真的晃得很厉害。好好好好，走了走了走。好，走。这空气里面都是一股草的味道。啊，这个树上有刺啊！哪里啊？那个树。哎呦，小心！就这个，这个上面带刺的嘛，看到没有？全是刺。那先走。好。这是刺。挡一下，先挡一下，先挡一下，小猪先挡一下。OK。啊 ，OK。吃巧克力吗？哦，我不用，谢谢。还有吗？我想吃，我好饿啊！谢谢。最后一个了。太胖了。你今天消耗这么多体力。好吃吧？少吃这个也不会瘦。会瘦。啊，我应该像你们，我就应该像你们一样要减肥，我不能这么放纵我自己。大家一直看到我在吃，这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又没办法克制住自己的嘴。很好吃。渐渐的，失去了登山的热情的 C 啊，对，放个歌，哥哥。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人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
么声音越来越小了呢？大家都累了，真的走不动了，狼队。我好饿啊，现在。我也是，我又饿又困。你看我爹。哇！前面就可以看到大冰川了。冰川河了，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冰川。哇哦，哇，还可以跑，冰河世纪。那我感受一下这个冰川水啊。哇，怎么感受？哇，很不一样，很不一样，这里有冰哎。三个吃冰啊。哇哦，哇，我们到终点了。先生好，慢点。其实还好，我觉得体能需要没有太高，还好，没有什么太难。我觉得是在承受范围，因为是漂亮嘛，是很赏心悦目，然后呼吸到空气也是甜的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没有任何机会能这样走在大自然。哇，那边也太酷了吧。今天大家走下来，我看了一下状态还挺好，只是嘴巴上在说自己走路还没什么问题，但是我还是就担心的，不知道明天走了下来能不能继续接受这个强度。因为就是我后面有行程，然后一会儿要赶飞机，所以我可能要先走。Really？大家好，今天我们已经到了我们今晚住的地方了。这位是大胡子，就是未来几天我们的向导，就山里面给我们负责我们所有的马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和大家拿上行李，我们先去我到我们的房间。我们7:30下楼吃晚饭。好的。哎，这里是。信号还蛮不错的哦。对，可以。哇，哦，这个地方好酷啊！哇，嗯，给我一口。早知道这样，我多煮一点。好好吃。但是土豆是可以种的，这个汤太厉害了。他们一年四季吃的最多的菜就是土豆。你怎么知道我想要？对，把它干掉。这边土豆也吃的特别多。我要怎么形容那个味道？就是有点家的感觉吧。最后一口都放过。我也觉得我们都是成年人了，都聊一下彼此的感情生活。我以前就喜欢很阳光的，但现在我觉得就是长得很舒服的那种好，因为在这个圈子里面看太多帅哥，说帅哥不靠谱。可是长得不帅的也不一定。他就喜欢耐看的。对，我喜欢就是长得我自己看很舒服就行了，要比较干净的那种。笑什么？笑什么？谁喜欢脏的？不是，我一说干净就是比较干净。干净 ，OK， 干，我懂你，我懂你。对对对，然后个性的话就是我不喜欢太热情的。嗯，我比较喜欢高冷，有点高冷，但只对你好那种感觉。啊，就不是中央空调那种感觉。对，不是，就是不能是对每一个人都好，不是因为我的话已经很多了，我就希望那个人听我说话就好了，这样子。那我们这群组有稍微接近一点点的吗？没有。难你不要这么问，很尴尬。但是我是立志25岁结婚。啊，你没几年了，没几年了，对，还有6年。你们不要，我跟你说，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没这么大，没这么大，一定不会这么大。因为你谈恋爱，你肯定还要谈个几年。我还有6年可以谈啊。我觉得就顺其自然，然后如果真的有碰到对的人的话，觉得25岁就可以结婚了。我希望可以早一点成家，然后做一个。
同时兼顾事业，但是又可以做贤妻良母的妻子，包括妈妈。我会不会想太多了？哇，这房间纯洁不少。我慢慢习惯了，过两天不就更多了。我觉得今天可以很深眠，只有你深眠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为期四天的徒步，共计40公里，最终抵达仁噶措，观赏最美贡嘎山。今天我们从老榆林村出发，徒步10公里，前往两岔河营地。大家拿东西，出发。好，跟文明说拜拜。现在人类如果没有了手机，没有了信号，怎么办呢？这是我们另外一个领队小次。Nice to meet you。好，那我们出发吧。走啦！走吧，走吧，走吧。哇，我还以为地上都是干的。妈妈，这雪也太沉重了。我要在荒郊野外补妆。我第一天还是要顾一下形象的。过几天就没有了。刚开始走的时候大家都稍微慢一点。现在是11:04，然后我们大概爬了10分钟吧。嗨 ,See ya! 嗨 ,Hello! 然后今天就完全跟昨天不一样。我感觉这跟适应性徒步不是一件事情。我也觉得。你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徒步的时候要想什么吗？徒步的时候你想想什么？就是人生，不知道想什么。我已经喘不上气了。现在3000多，所以大家会有一些呼吸上的。我们是不是快到终点了？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路边的野花。你怎么那么有气啊？一步要踩。啊，你看起来好累哦。我确实是很累。加油加油。我觉得水好好喝。我喝的水他用来擦鞋。我没看过。我真的喝水用来擦鞋。谁丢了真的是没救哦，生气。没事，垃圾。我们已经走了1.5公里了。好厉害呀！现在海拔3625米。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男队休息一下呗。男队后面的人要休息一下。很好吧，那节奏慢一点，少休息。上午是按照他们的节奏走的，就是大家走得很慢，后来就让他们就跟着我的节奏，稍微把他们带得快乐一点，我看到大家也能跟得上，但是大家就觉得比较累。你说腿脚累都还好，但是头疼啊，然后眼花缭乱那种感觉是没办法控制的。不想回家了，想要躺在舒服的床上吹冷气，然后追剧，
然后吃东西。我现在觉得要我拍戏超时15个小时我也愿意啊。哎，同志们，请看远方。哇哦，我右手边的这座雪山，这叫小贡嘎。这叫小贡嘎。今天就住在小贡嘎下面。兄弟姐妹们，还有1公里就到了，快到了，快到了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们就要成功了。这里就是我们等会要去的地方，快到了。不知道西亚怎么样？娜娜啊，头还疼吗？还有一点，但是比刚刚好一点了。嗯，可能是心情比较愉悦。且看到，因为看到帐篷了。对，现在是5:46，我们终于到了，很感人，感人的想哭，你知道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大家到了以后坐下来休息。蓝队，现在晚上几个主题？2个主题，大帐篷，做饭。我们分头吧。对，1到2个帮我做饭就行了，其他都去做饭。嗯，开始行动吧。好好好好好，来来来。那个什么颜色？哎，我来。1、2、3。拿过来啊！每个那个有掐字的地方，好，扣上啊。好，我懂了，现在。可以了，可以。我这边已经好了。要开饭了，要先过去。开饭了吗？走吧。好的，你拿过去了。上菜啦！来了，谢谢。哇，牛肉！你把这个米饭拿过去吧。好。开饭啦！大家来那个盛米饭，不行，我一定要先喝汤。哎呀，感谢波波老师今天晚上这么辛苦。波波，辛苦了，辛苦了。那今天真的我煮的清淡一点，因为大家好像这两天都没吃青菜。太棒了，你说没有你我们该怎么办？太好喝了。没怎么放盐，如果不够咸，自己去厨房拿盐哈。谢谢波波老师。来，举起你们手中的饭。来，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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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闷，不知不觉8:30了。里面好冷。这个插头直接拔了是吗？对，你把灯拔掉。我关了啊。希望老板明天会开直升飞机来载我们。OK， 别想了，别想了。我们今天要从碾岔河营地徒步7公里到达盘盘山营地，海拔3800米，上升到4240米。我们出发了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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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很冷。波波
拜拜，明天见。哎呦，我的妈呀，要开始一天辛苦的征程。7公里，那今天就比昨天要少很多哦。少3-4公里。嗯 ，Let's do it。哇，我真的恐高，如果从这里滑下去肯定会死。今天太阳很大哦。都踩这里啊，都踩这里啊，那块有点滑。那当时你感受？很累。非常辛苦吗？对，主要是很喘。很喘什么？加油啊！嗯，走。慢慢，进水了。狼队，哎，什么时候才会有平缓的道？马上就到。我信你的，马上就到。我们现在海拔已经突破4000了。哇！不，4000多米跳舞很刺激哦。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Go Go Go！ 走，出发！加油！加油！哇，下雨了！把帽子摘下来。把这个扛外面。一直都在想，有帐篷可以搭气噻，现在下雨最好搭气。根哥，帮我拿一下我的雨衣呗。帮你拿雨衣是吧？嗯 ，OK。在这里，我给我拉链。下暴雨的话，可能也没有衣服换，而且这个地方可能没有火，会很冷的，因为我经历过嘛。你背包有没有怕湿的？我里面只有吃的，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得快走，要快走，真的得快走，不然等会儿路都走不了啊。嗯，这个雨下的好烦。哇，今天雨下的大，哇，下好大哦。哇，这下的是冰雹吧？哎，慢点，哎，慢点，没事。小心，这是小马，小马丢了。因为在高原上本来天气变化无常，难度可能主要是因为石头会比较滑，然后走起来容易摔。我今天可能摔了4-5次。坚持，坚持的，没问题。先一口气走到营地吧。对。看到帐篷顶了哟，黄色的。我现在帐篷。还要爬上山啊？不用啊，他在下面的。嗯。好，加油！加油！看得到营地了。差不多到了，慢慢走就行了。累了。对。快到了哦，刚完前面那个山。加油哦！好冷啊！我都不知道我这个裤子不是防水的。防水它也泡这么久也会湿的，还是得穿雨衣。那你来之前知道是这样的路线吗？我想象到会很难走，但是我没有想象到高原反应是什么感觉。我想回北京了。哎呀，鞋子掉了，袋鼠。嗯。想回北京了。这离北京好远。你让老板叫他的直升机接一下你了。想吃小龙虾。北京的小龙虾哪好吃了？我想吃牛肉面。牛肉面要去贵州了，四川的也行。我想吃凉皮。凉皮要陕西了。那我哪能去这么多地方啊？袋鼠就一直陪着我，然后他就怕我无聊，因为我昨天说我很无聊嘛，就不知道想什么，他就一直在跟小刺聊天啊，或者跟我开玩笑啊，跟我说加油啊。作为一个大哥哥，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照顾我，这点我还很感动。回市区我要点麦当劳吃。麦当劳。牛肉面，这个不是吧？
眼睛都花了。你是不是打石头？加油，最后一点了。加油，小葵，快到了，曙光就在眼前，食物就在前方。马上到了。我非常了解自己的体能，还有我的身体是完全没办法承受这样子的徒步。但今天在慢慢走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停下来，看一看山，看看小石头，看看小溪，看看马，然后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走自己的路，那个心情会是不一样。所以慢慢的可能会感受到说，哎，其实沿途看看风景，然后自己又跟上自己的呼吸，这感受是还挺好的。我趟过这条河就到了。就到了。放鞋去。踩大石头。什么？我扶着你一点吧。好。那你这个都踩这些大石头，跨过去。大家太棒了！哇，先进到里面休息。喝点姜茶。今天晚上的餐单：葱爆牛肉、醋溜莲藕、糖炸薯条、豆豉鲮鱼炒包菜、萝卜海味瘦肉汤。我觉得已经想好了。哇，这么屌哎！辛苦啊，辛苦啊！哇，辣椒面，哇，辣椒面，哇！多吃一点啊，不要浪费了啊！来啊！我喜欢煮饭，走了一天的路，吃一顿好的会给他们一点能量，我觉得，所以我这几天做的菜都没有重复的。尽量去想一下怎么搭配，不一样的，让他们去吃一下，开心一下，给他们一点能量，明天重新出发，是不是？太好吃了。Go！ 我走个中间，我跟蓝嫂垫后，我跟在娜娜背后就跟散步一样的。那要是上到垭口，他不能走了，你还得背他下去。会有，我背不动，我背不动。加油，陆小葵！加油，陆小葵！陆小葵，加油！一个电视剧，然后演了一个小白甜，跟小花小植物讲话。今天有没有乖乖喝水水？不要担心哦，妈妈不会把你丢掉的，好不好？陈冠军你好，我是刘红。加油，小葵！小葵，来，给你个机会跟花说话。他叫什么名字呢？叫他小花，小花花，你还好吗？今天就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哇，今天竟然有阳光哎！大家看到了没？哇，哇！人到了精神，你再加，最后再加一句，加油，小葵！加油，小葵！有的人被黑巅峰。真的吗？那你们演得太差了。这条线路在国际也挺出名的。贡嘎山。贡嘎山。娜娜，你坚持下来，你是国际呢。想吐，你先歇会嘛，不急着走。你站会儿，你站会儿，你喝点水，喝一点点在嘴里面润润了再吞。
哇，拉了太远了，我们这里休息一下吧，大家喝点水。我今天好喘，比昨天要喘。今天好累，我已经进入一个疲劳期了。你看，其实咱们走了好久的感觉，就在那前面。对啊，是啊，咱们走了好久。你要不要坐一会儿？你想要凳子就好。我有垫子。你抽垫子再坐一会儿，然后再放进去。我蹲着，大家好起来。还行吧。嗯。怎么了，我们 ？Go, here we go。娜娜。嗯。走。嗯。OK 了吧？嗯。想吐吗？我们休息吧，休息一会儿再走，不急。到他们休息的地方之后呢，我就默默就是蹲在那个悬崖边，我真的是忍不住，我头在疼得快就是快死掉那种感觉。娜娜，你高反吗？嗯。你高反吗？没事。怎么看你就不行了呀，娜娜？行，没事没事。当时我就已经偷偷在掉眼泪。然后就把墨镜默默戴上，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我只在乎说旁边有人在拍我，但是我忘记把那 GoPro 转一边，我掉了一滴眼泪从这边眼睛掉下来，然后我赶快拿那个手套把我眼泪擦掉。完了之后呢，我就想说要忍住，反正等他们走远了，我要哭再哭吧。要自己吗？然后等他们走远之后，我就慢慢走，之后就开始，然后我就觉得哇，完蛋了！我想我怎么失控？你是在擤鼻涕还是在哭啊？你还要不要纸哦？你再擦一遍吧。那你呼吸都呼吸不了。他们俩都没有。把我哭的这件事情戳破，然后就假装我是流鼻涕，给我带几个纸，但其实我哭得很大声，就是那种感觉全世界都会知道我在哭，就如果在我旁边的人都知道。因为我的个性就不是那种希望人家看到我比较软弱的那一面嘛，所以还是挺感动的。过这座山，我们就叫国际闹了。能休息一会儿吗？站着休息其实会恢复得更快。坐，深呼吸。坐下去再站起来，那个好难受。那你要紧一点，坐下，它费事有一部分是压的。站着。大家注意安全，不要走得靠悬崖了。现在坡度陡，就慢慢解冻。好，大家再坚持一下，前面马上就是垭口了。到垭口之后呢？就下坡。啊！深呼吸。走，我们直接到垭口了，直接到上面。行，等着让他们来了，我们一起上去了。厉害了！厉害！使出你的八爪鱼步伐！慢点！到了！我们到了这套旅程海拔最高的地方，4600。来，走，来。这边到最高了吗？4600多了，最高那个。心理感受就是我们坚持下来了，现在海拔3625米。哇，好高，这下太沉重了。海拔已经
这里也3800了。张靓颖，想不想吐？你想吐，我带你去趟。哦，那高反很严重，如果想吐的话。按摩一下，按摩一下。好，我们现在海拔已经突破4000了。哇耶！天天你别过来了，别过来。第一班了，到了，到了，到了，耶！到底呢？哇，我们再来拍个合照。土拨鼠，哦，看到了，好好玩呢。土拨鼠啊，哎呀，幸福不过如此，早就应该这样。哇，那是车在那等我们。看到车了。哦吼，有一种那种打仗完了之后凯旋归来的感觉。终于走出森林。哇、哦，师傅。师傅，你是我的师傅吗？啊，师傅，师傅，我想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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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快点，我们女孩子，师傅，我们可想死你了。泪崩，就看到那个前几天就在我们的师傅的时候，我就要冲上去抱他。我说：“师傅，你是我的师傅吗？”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会更珍惜接下来的每一天。哇，太爽了，我都要哭了。师傅，你想我们了吗？想你。师傅好勉强的说想了。师傅，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变黑了？变粗糙了，是真的。我们毛孔都变大了。真的？真的，我一照镜子，毛孔都大了。大家都把安全带系好，出发出发！哦，看到 Cia 了 ，Hello！ 哇哇哇 ！Love！ 那我们大烧烤组合要集结，谢谢。哇，这是什么呀？应该是他们藏族独特的那个。你有很遗憾吗？没办法跟我们一起，我超遗憾。明天早上我们9:30，然后我们从这里出发前往仁嘎措。哇，我已经我真的觉得天堂，天哪，棒啊！是不是超好？起床了，我们吃早饭喽。走走走。今天要去看的，我们一定要看到。大家坐好了，可以休息。我们9:30，我们出发。啦啦啦啦啦啦！好久不见，师傅，你有巧克力吗？我有，我有啊，你要吗？哼，你把巧克力给我。要不要？我都有。我要。不知道回成都那一天他们要晚宴要吃什么，我好想吃好吃的。所以是认真的晚宴吗？那肯定啊。今天我们要骑马赛山看仁嘎措，这里是欣赏贡嘎雪山最好的位置。措在藏语中就是湖泊的意思。妈妈，哇！这要蹭的裤脚脏掉了。
看底下的马上了嘛，我们骑马上去吧。哇，双子。走喽，走你。好了，我们出发吧。今天上去的时候是骑马嘛，就觉得哎很轻松。我骑马骑出了蹦迪的感觉。我们家浩浩荡荡好酷哦！我看到我们帐篷了。哇，这个水太清了。今天上来天气不好，我们等一下等那个雪山出来。好，这水哦，水开了。就是有雾看不到雪山，云挡住了。你在干什么？要搭一个石堆。要捡什么样子的石头？要捡宽的大平的。宽的。这东西永远会留在这儿，挺有意思的。这些石堆是这样，一般在那种山顶都会堆起来。很棒啊，加起得了。你先放个好的，然后我们往上面先放个石头许个愿吧，好不好？好。来，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好。希望大家爱情顺利哦，在旅途开心，万事顺意，财源广进，心想事成，祝大家都能达到自己理想的体重。哎呦，你看，再放回去，放两个。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应该有团队的精神，团队又有互相去让大家的一个心态，就来这么开心的一个旅程。我们就开心把它完成就好了。同志们，我们准备下车了。哦，走了。好想念早上的马呀！好想骑马下去啊！对啊，这走下去要走到几点去啊？马都已经全部放下山了，我们到了他们就回去了。别走。有一段路还挺可怕的，这要走到几点啊？深呼吸，然后不要用嘴巴，都用鼻子。我觉得下山好累啊，太陡的地方我有点怕的。现在还好吗？还好，下山还好。放深呼吸。好。哟，娜娜这两天有经验哦。好，那当然啊，我那么体弱多病的。哦，开始下雨了。这高原的真的是一天四季。咱们穿雨衣吧。对对，穿雨衣，后面来把雨衣穿起来吧。我没有雨衣。我也没有。下雨了，下山路有点滑，大家不要急，慢慢走。哇，起雾了！哇，你们看，路都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哎喂，这个雾真的是……大家跟紧啊，不然等会要走丢了。我们现在是要仙境吧，我觉得，仙境里爬山。这个雾蒙蒙的，啥看不见？是雾，看不见，什么都没有。路很滑，得小心一点。天哪，这个坡怎么这么陡啊？这怎么走啊？
好滑的，小心啊。哎。你不要怕噻。站了，我站。到草坪了没？到了，到了。到了，哎呀，这下一半了。八爪鱼，八爪鱼来了，袋鼠。你看今天的状态。放这个歌真合适。请靠进我怀里，别假装不在意，可以没说完你说 baby 就是你，请说你很开心。我一直喊陆小葵加油，叫 LOVE。 走完这一路以来啊，大家都成长了，我感觉闹得比较明显嘛。你看他前两天那个样子，今天跟我跟波波老师三个人下山的时候还在，就不是像之前那么困难了。来要跳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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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打状态都挺好，然后有一种终于不用再徒步的愉悦，再来就是也有一点习惯了，就爬过很难的山，再爬这种小山就是小 case 那种感觉。我觉得不一定真的是说看到最美的风景的那一刻的结果才让整个徒步有意义，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挑战自己的过程吧。对，就当我想克服的话我一定能克服。拉上车把安全带系好。我们讨论一下晚上做饭吧，我想波波老师做那么多天，看有没有其他人愿意一起做，想要做的人就做一个自己的拿手菜，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好，这是要做什么的？马蹄煎肉饼。那不是要做咖喱吗？我去打下手，要不我来洗吧，你去搞别的。好，那我去找一下那个咖喱粉啊。土豆有点多，没关系，反正我们是12个人，大家喜欢什么没关系，红萝卜。老板，你可以帮我看一下锅吗？你帮我看一下，虽然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就帮我看着。开动吗？起码好了来。今天吃的真好吃。好好吃，太好吃了，不敢跟大家抢。谢谢，我先够了。这美女不这样吃，搞到东南亚的。好好吃。我要搞个丸子。娜娜的牛肉咬不动，但是味道很好，真的很好，我觉得是真的很好，除了牛肉以外都很好。那你先吃第一轮吧。牛肉咬不动了，我吞下去了。身为那个娜娜的长辈，本来不想吐槽的。哎，本身那个牛肉很有问题。牛肉是娜娜特别坚固的，对不对？怪不得咬不动。啊，我不敢说，真的，你敢说，真的是。这肉饼好吃啊。嗯。这个肉饼绝了。吃完了，好，再见，大家晚安。呼哇呼哇呼，嗨呀，呼哇呼哇呼。大家可以去参加那个耍把子了。什么叫耍把子？就娱乐，是玩游戏。大家都对忙完了嘛，就会到那个草把子上，对耍把子。哦。我有脏装，我们可以那个，我可以穿过去吗？可以可以。欢迎大家来到项目军村耍把子活动。每年的夏天，咱们的村民忙完了农活，就会聚在咱们这个绿油油的草把子上，吃吃喝喝，唱唱跳跳，放松的度过几天。那么今天还有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什么烂街？
我觉得整体打八子的气氛都非常的愉快吧，都是一些比较热闹的活动。我自己是觉得老鹰捉小鸡还挺有趣的。好累，缺氧了。高原，高反。然后吃罗茶喝了好几天，所以就是在现场尝试了一下，觉得还蛮好玩的。大地图慢慢打，啊，快一点，快一点。用这个来这样拿，然后这个往上，好像要滑雪。放松，这个脚放松。啊，就是这，好复杂。大家回去休息一下，准备晚上耍霸子晚会的节目。好，走了。今天晚上下跳舞，左耳唱歌，我弹吉他，然后我唱，但是自己还会再唱一首。老板跟云灯给我伴舞，好，搞定。我们开始排练了，朋友们，来一个 move 是什么 ？wave sorry， 来 wave， 简单教学，头，胸，胸。down down 坐膝盖往后，完整走一遍，一二三，走。像一颗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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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风飘摇。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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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花里舞蹈，我用我乐逍遥。跳什么？我们简单排一个开场跟结束就行了。哦，中间你们收了。老板还穿拖鞋，醉了。待会儿换。这都不动，就这样看着下面的人就行了。从这开始跳了，你俩，我就唱我的。随便怎么换。动起来。不要这样晃了，一直都这样晃。不要晃。我可以给你们意见吗？可以。就很简单。啊，老师，你加入他们吧。F 四。老套。跳金雀舞是吧？因为你第一个出来就给他一个手指吧，哎，画一个正方形，嗨，哎，好，贴上，哎，一下，哎，一下，贴上，可以吗？不料记得，哎，不管看几遍，六七八遍，都还是每一遍都笑得不行。那个表演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走吧，我们出发吧。亲爱的父老乡亲们，晚会即将正式开始。真急。哎，大家好，快掌声鼓励！跟喇叭对应你要出场的地方。对。我以为很远，结果我那四步只能踏这一点距离。既然紧张吗？我有点被冷的想去上厕所。都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么在新上班的咱们，应该是要到我们了。没事，淡定啊！远方而来的朋友们，你们好。他们为了今天的这个晚会呢，特意精心的准备了他们的节目来送给大家。全部人来这边准备。对，那你帮娜娜去那边准备吧，我在中间。OK， 准备好了吗？那边。却说不出
初离开的原因，用心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许多飞行，迷失在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假说不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说不出旅行的意义。你给这个表演打多少分？我打100分，虽然中间有很多瑕疵，比如说像我就是开始胡编乱造那些歌词，就是我认为还是很完美的，很完美的。这次过后晚会，我觉得可以用很温暖来形容，就唱歌，然后又跟大家一起表演，这个东西是一个交流，然后也是一个分享吧。今天就要回去啊，大家有没有很兴奋啊？有，我很期待回去，然后骑2个小时的走。庆祝一下，我们终于离开山区。对。那我们到门口去合个影吧，拿上我们的签名旗。全家福，全家福。来。一路平安，感谢得嘞，说是得嘞，好好好，感谢得嘞。好，那我们就拿包上车吧。好的，好。嘿咻，匕首哎，那给我吧，匕首哎，拿我的。那我们今天从这里出发，整个徒步活动就结束了。哇，鼓掌！然后辛苦辛苦。今天我们回到成都，中间的话我们就有在折罗山赏个龙岛啊。那我们就准备出发，拜拜拜拜。赏龙岛是藏区独特的祈福方式，人们一般会在高地或者垭口将龙岛撒向天空，祈祷家人健康平安，吉祥如意。大家醒一下，我们到折多山了。那我们是要走上去吗？又来徒步了，又来徒步，又来徒步了。不过这次有台阶，还不错。我说了，徒步虽然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来吧，我们这边来撒 ，Go Go Go！ 来，嫌疑人分一点。大家许个愿，祝大家健康平安。第一个，祝大家心想事成。我祝大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念念念，减肥成功，财源广进，越来越好。祝大家平平安，一切顺利。祝大家开开心心的每一天。一、二、一、二。中你切拉木吉，一身大鹏。各位游客请注意，马上到了呀！哇，进城了，进城了！真的，好久没有看见城市了。就好像做梦一样，觉得有点不真实，你知道吗？大家拿好行李，8点半在1楼大厅集合。终于到了城市里的酒店。平常就这样了。哎呀，在哪儿吃饭啊？马路对面。哎，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徒步在城市里，路终于是平的了。哇哇，不错哦。Real party。Oh, wow. Wow.
相亲嘛，就问。坐坐坐，今天晚上这一顿就是咱们本次活动，可能大家一起吃饭的最后一顿了。嗯，耶、yeah. ，要珍惜吧，因为可能，耶、yeah. ，终于吃最后一顿了，终于最后一顿了。大家这么多人，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可能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们走一个吧，来，喝一杯，大家都辛苦了。好喝、啊，来吧，开吃吧，我们。好久没吃到这种精致的东西，好不习惯。哇，现在吃饭已经不能优雅的吃了。对。不适应。对，没办法，只能野人的性格，完蛋。也可以，大家请安静。娜娜有份惊喜要送给大家。这是我们大巴上了。对啊，我们去的那天。2000多海拔了，然后等会儿今天晚上要住小木屋。大家跟我打招呼。嗨。没人理你。没人理你。今天绑个小辫子，因为昨天根本没法洗头洗澡。我们今天都是脏孩子。就那天以为自己很脏，没想到会更脏。更脏。是大叔，想说几句话吗？这个好帅，我好想跳进去游泳。游泳吗？就是有点冷哈、哦。有点冷。我要去泡温泉啦。有一些辣眼睛的男孩们。是波波在烧饭。吃辣碗面吗？对啊，就是那家碗面、哎，好感动。现在想想还是好馋哦。访问一下你们这群女生，看到波波做菜什么反应？没有想到，我是不是好想太有能嘴，能一起吃。祝你生日快乐！大家好呀，今天是第三天。大家好。好了，出发了，别多跑了，走。走吧，走吧，走吧。老板在展示他的卫星电话，在找信号。有信号吗？还没收到呢。还没收。卫星。别急，说不定进到里面去就有了。好馋人呢。刚刚你看见没，老板，人家的卫星电话。什么卫星？哎，兄弟，老板，你的卫星电话为什么有信号啊？这是我们即将要到达的地方。我右手边的这座雪山，这叫小贡岗。这叫小贡岗。有点仰眉秀，老板。这个画面特别美好，像是在重症病室室外的一对夫妇。哇！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哇，真的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书籍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在什么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来说一下自己心中的一块一吧。哎呀，老板，我们注意了，听了啊，那说经济的，一说经济罚一杯。说重点啊，说重点，说重点。好，不要害羞。我是不会害羞啊。想说的，参加这个旅行还是
比我想象中好很多很多，绝对是超出预期的。所以我觉得除了感谢大家以外，优先感谢节目组，因为整个就是说，我觉得从安排上面来讲，包括保护措施，包括医疗人员，包括每一个环节的设定，我是觉得都是比想象中好很多的。有没有？真的，你说几个部门都是为你而设的，我们都没有用过。医疗部门我们没有用过，氧气部门我们没有用过，什么部门我们没有用过？都是说你的。我们再说。那不是叫我说真心的吗？我到底要我说什么吗 ？OK， 猜猜，赶紧表演，猜猜，好，拿出你的能量出来，耶，猜猜，耶。首先狼队其实特别感谢你，真的就是我虽然没有当过领队，但是我觉得当一个领队是很不容易的，你要照顾到整个团队的每一个人。那对于娜娜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你的思想成熟度跟你的内心的坚强远远超过你的这个年纪，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远远不是你这个状态，我很羡慕你，就是所说的就是你可甜可咸。那说到波波老师的话，其实我印象中最深刻就是他每一次的时候能搭一把手，说你能搭着我的手过河也好，走不好走的狮子路也好，这个过程让我特别就是特别感动。我没有想到波波老师会这样，说实在，因为你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在荧幕中的那种，但是你在我心目中，你笑什么呀？掐掉老板，哎，好了，继续说，好，说老板啊，那个大家一直在这个旅途过程中都开我跟老板的玩笑，其实蛮好的，我觉得能，我没有想到我这把岁数还有人能开我的玩笑，我觉得我还挺高兴的。我老板呢，就是真的是特别的可爱，然后我们随便开你玩笑。但是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希望你能走正道。我道德不正。老板，商量一下，那匹马租一下。下去，老板。下去，看啊，这匹马帅不帅，高不高大？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下来，我钱都付了。他们两个干嘛呀？哎，你们干嘛？那边是乱石头，你不要以为是积木，没事。就是老板94年这个年纪，能有自己的这么成熟的想法，然后能在自己的金融领域做。我说下去了，你说什么？你还是会去买保险吗？你？这老板，你是给自己买了保险？我真的很荣幸成为大家的家长，我听到这句话我很感动。我来到这里发觉原来我是年纪最大的一个人。OK， 好害羞啊。 But 我觉得很多想法很多理念或者是你们里面的东西是比我更成熟的，比如说 Yumiko， 我平常听到这个声音的人，对不起 ，Yumiko 妹妹。大家好，我是 Yumiko。反正就是昨天就很神奇。我跟你讲，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低成本的搞笑？我平常听到这种声音的人，我就躲了，我就逃了，我不想听这个人说话的。但是第一天徒步开始，我觉得这个人好厉害，心跳140多。他每天我问他，我每天都有问他，我说你有没有事啊，妹妹？你有没有事啊 ，Yumiko？他跟我说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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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没事，我拿药给你好不好？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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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对不起，不是我说偏心于他，但是这个精神是我在我心里打到最底层的。因为我干了这一行，我做了演员10几年了。说白一点，其实我是一个
井底之蛙，我没有什么圈外的朋友，可能你会理解，就是跟我们这个行啊，你是演员，他们肯定都会捧着你，提供你需要的东西。但是这个旅程短短的一个星期里面，我这井底之蛙，你们把我带出去，看了这个世界，谢谢你。我也跟黄老师一样，以前就只有跳舞的朋友。然后我话也特别多。对不起，我想一想。反正谢谢大家这段时间以来的包容。看看你坚持下来，你就是国际辣。想吃小龙虾。北京的小龙虾哪好吃呢？我想吃牛肉面。牛肉面要去贵州了，四川的也行。我骑马骑出了蹦迪的感觉。叫 LVE。很高兴认识大家。站起来了，天宇儿，你说，不用站。我觉得选择来参加这个节目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啊。嗯。首先就是我不是一个特别会运动，然后身体条件不是很好。徒步节目刚刚接到的时候，我是一口否决的。我平常就是一个比较压抑的人，但当第三天徒步的时候，我当下就绷不住，我就。转头看了袋鼠粮，然后我就开始哭。你是在擤鼻涕还是在哭啊？啊！就我觉得那一刻可能是把我，就这一年或者这半年的所有情绪都发泄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在挑战自己，并不是说只是单纯做一个节目。我的朋友其实当他们知道我要来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你怎么有胆子去参加一个这样子的节目，但是我认为说然后证明给我自己看，证明给我的朋友看，说我可以做到，就算我的身体条件不允许。对，当我第一天踏上大巴士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补给自己一个小学的毕业旅行，因为我没有机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加油小葵，很感谢大家。然后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所有女孩子都支撑不住，看着也不行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放弃。然后虽然每一个男生我们都会怼两下，但是其实他们在徒步的时候都是帮助我们的。所以我还是很感谢，然后交到你们这一群朋友也是就是很开心。就掉